陕西王博涵最后得分9.716分。
王龙达，最后得分9.726分。最后得分9.446分。
蒙古刘少年，最后得分9.69分。北京张清纯，最后得分9.72分。
宁夏孙安，最后得分9.746分。信号看看。云南李畅最后得分9.733。
山东楚浩然，最后得分9.766。重庆王松最后得分9.48。10号赛。
9.663。9.70。12号站。
江苏李奇镇最后得分9.706分。13号的最后得分8.20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第6单元到此结束，请裁判员起立。请裁判员退场。